哇，没有裂！大哥，来看一下王总。我操，没有裂！哎呀，来我看一下。哇，漂亮漂亮！可以。我操我操！峰哥，我们现在去哪里？我们现在去车站接一个从成都过来的一个粉丝，他说带了一块那个高冰天光蓝的，他说要我帮他看一下。走，我们现在去。 喂，你好，王总。我现在到车站，你现在哪里啊，王总？我现在在这个车站这个停车这里啊。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。好，你戴个眼镜是吧？戴个墨镜是吧？啊。哦，我看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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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。来，王总上车，上车，太热了，咱们扶一。峰哥是吧？对对对对对，来上车，上车，我们到公司再聊。OK。 走，王总，上办公室，破点茶喝。哎呀，不用叫我王总，叫你有没有？来，王总坐。你这公司还挺不错，挺大的呀，这公司。哎呀，也是受到粉丝们的信任啊，就是，这些年也收藏了很多料子啊，也帮粉丝们淘了很多有性价比的料子。刚才我看了一下，几个还有很多高货的。是的，也是这段时间收的，这料子都不错。所以说我看了你的实力在这里，我就想让峰哥你给我看一下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看一下料子，我今天带过这个料子来，哎，谢谢。 好的，没问题。我这个稍微小心一点。包的挺严实啊，好贵重。我拿手就好有压缩感，这个料子。料子，对不对？肯定要保护一下。看一下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块料子啊，这块料子是从它皮革外表来看的话，是一个墨西沙的一个水泥皮，这智能光看的话已经起胶了，这个地方来看得到啊，实心蛮不错啊，棱角分明的啊。 我的压灯看一下里面种水怎么样？这个料子当时我去买的时候，皮革就是看中的皮革，然后后面开了窗。哦，来看一下，哇，这个色是非常正的啊，是一个天空蓝的。对对。啊，露出蛮细腻的啊，这个底妆也非常干净。嗯，我就是想看这个料子能不能切开，能不能有手镯，我想送一条手镯给我的老婆和我的妈妈。哦，这样是吧？我先看一下啊。 这个料子我看了一下，挺喜欢的，反正我不懂，但是我感觉这个料子我打人感觉挺喜欢的，看着挺舒服的。王总啊，这个料子全是压灯，也没看到变种，这是一个正冰一个薄高冰的一个料子啊。嗯。料子的它个头也挺大的，也有机会去搏手镯。对，我就是想看能不能。料子是一个好料子。谢谢峰哥。王总啊，这个料子花了多少买的？也就几十万。几十万啊。 对对对，像这种料子，我能看到一个价格就是一个80万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到90万买的。90万买的，专业的，专业的，啊，这是专业的，差不多90万。料子确实不错，王总。那然后王总，这个料子打算是要怎么？这个料子我就是打算说，想让峰哥你帮我看一下，然后能不能切？如果说能切的话，你帮我去切一下，我想切两个几条手，看能不能切出手镯。 切锁镯啊，这个啊，这个翡翠原石是要去剥。嗯啊，刚我压了灯也没有看到雨珠说有裂的地方，没看到啊，确实是挺好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如果说你真正想切的话，从这个地方切个薄盖下来，你看怎么样？没事，切就行了，这个没事，翡翠都没买了，肯定要切。我本来就想要做手镯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是不着急的话，咱们去拿线切。如果是着急，我下面有油剂，可以用油剂先切嘛。 用油剂先给我切一个薄盖，但是不要切的太厚。行行行，可以。切个手镯，这我来安排。行，王总，既然你这么直接的说要去切，那我就现在安排，走。我是信任峰哥你。行行行行，走吧走，来。这个就是油锯是吧，峰哥？对对对对对。
来看一下，王总。我操！六力！哎呀，来我看一下。哇，天空蓝，高冰天空蓝，锁镯是有了。我看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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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一下。哇，漂亮，漂亮！可以。我操，我操！哦，可以可以。哦，可以做几条手镯啊？等一下，我们直接拿去现切割吧，这样的话不会那个浪费。直接拿去现切，直接拿去、啊，兄弟，非常感谢，感谢。没事没事，非常感谢了，兄弟。没事，我们卸下来吧，卸下来。峰哥。